那告诉县政府，县政府都听到，我让县政府县长心动，哇，接到有钱人来探望就几年，好拜，再加金门变号码的啊，老人零年金可以花一万啊，啊，可以这个所谓的福利这个政策可以好好推动，所以县长心动，我是准备要做的啊，动力发电，因为现在积极好像在跟彭科大，好像在啊沟通，希望能够借由彭科大这些教授的能力，能够好好来跟台电以及跟厂商来谈。那我想在最近的我们的沟通之后，原则上大概台电愿意让出23支，就是西屿的部分，先让彭先生。那大概最近我们会召集能源局、台电、县政府啊，以及有关的教授，大家坐下沟通。有23支西屿的风力发电，由彭县政府组成的公司来承接。啊，这个就是说，大家所关心的风力发电，大概在西屿的部分大概23支啊，3亿，或许还会再延伸啊。那如果县政府这里啊推动出去之后，每年县政府会多了好几千万的收入，对县府事实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是澎湖目前的风的优势，也是大家一直在关心风力的发电的一些问题。我想风力发电，我最近到北寮去看了一下，那开始的时候有人讲说，中屯很多光客到那边来看，我其实跟台电反映。风力发电虽然它是一个电的发电的产业，但基本上它是观光的景点，所以我们中屯稍微也做了一些规划，但是呢，北寮啊，我们的奎平山啊，高清保险它没有办法跟红土区去结合，这是很大的问题的存在。所以我也跟彭管处也跟台电讲，有机会大家坐下好好谈。既然有这样的规划，应该跟观光产业跟观光结合，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那风力发电目前为止啊，应该的方向应该是会朝这方向的一个定案，我想大家非常关心风力发电的一个定案。我想最近报纸大家常常看到，就是说县府有很大的规划计划啊。那县府很大的规划计划，又都牵扯到中央，所以呢，几乎都是由我出来出面协调啊。那包括大家很关心的金龙头的前进案，现在我们是一直希望新方呢能够把它可以移出来的土地，尽量能够让出来给彭县政府去做规划。开放。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金龙头的迁建案。那金龙头，大家不管什么叫金龙头位置，就是有个咱第二个金箍头，就是那个顺城门的左边，一直延伸到金龙头呢，本来是这块而已啊。这块是金龙头，坦白讲啊，这块最漂亮。往南，这可以做个龙沙滩，可以做个旅行景点。那我们要回来金龙头房要回来的时候，这里为什么把它延伸？将来做个码头，将来这里在做浚升之后，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立新的游轮，今年大概来了好像10趟还是5趟。我们如果这个来的时候，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将来澎湖变成一个从大陆一直往南啊，从上海一直要到啊香港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停留站，所以将来我们这些10万吨的游轮可以来这里来停靠这里，所以我们积极要求港务局要把这块土地赶快把它释出。那将来这里海角中队呢，就要迁到赤天岛去，迁到赤天岛。那因为这个园区一直牵涉到土行，这已经搬走了。那澎湖澎湖部呢，将来要移到宫北，
这里变成一块非常大的土地，非常大的一个土地，要准备做观光旅游的开发。那我那天也跟县长谈过，目前这边都是空的，那空的变成什么？垃圾场，很多人去那边了，变成把丢垃圾。其实想眷村的眷村的文化你要保留，但是眷村的文化的保留要需要很多的软体来去。我那天跟我们那个县政府有关的同事开玩笑，我说啊，澎湖最好吃的是你乌豆汤、牛杂汤，为什么这牛杂汤没有办法在眷村文化里面做呢？我们那个包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这个眷村文化？眷村文化有很多的很特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可是呢都没有办法留在眷村里面。眷村如果说你把那房子弄好修好啊，以前就住这个房子，看一次不来了，吃东西会再来，看东西不一定会再来。物件好食，我来食第二摆啊，看过了，我看了，我买相，我买去了，我靠，不能过来。所以眷村文化的开发，我跟很多文化局的同事讲，绝对要软体。他把有很多古老的相片展出来，那甚至有很多的老先生有些文艺活动啊，都不需要在推动。光眷村保留没有意义，应该有些软体的活动，才能够推动眷村文化。所以呢，我们这个文化局也积极在做这方面的规划啊，规划。那澎湖部这里将来，县政府会做更进一步的跟澎湖出来，但这么大的一块土地，我想在座的很多的同学跟小朋友没有进去过哈，同学跟乡亲没有进过，里面很多的树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里面澎湖那澎湖非常非常漂亮，里面它真的如果在里面是一个五星级的饭店的话，你住得非常舒服，树非常大，你难得看到这么大的树。树非常大，那里面呢，坦白讲，整理的非常好。那县政府现在好不容易也跟国防部沟通，行政院原则上同意把它搬到红北营区。当然，将来再建的红北营区的机会蛮高的啊。但是我跟县长讲，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再怎么样，这块土地的价值是不止这个价钱，因为当时他要了我们30-40亿。我跟县长讲，这块土地啊，要400亿。所以呢，以生意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呢，是赚钱的，是值得做的。将来做这个这块土地所营造出来的利润是不得了。所以呢，县长听我跟他解释之后，依然同意以代建的方式，把澎湖部搬到红北营区，这块土地整个就可以让出来。但是这里有个问题的存在啊，你们应该都知道，码头在这里，我们有点沿外道路，到目前我一直要求县政要尽快把它规划。如果码头在那里，这个沿外道路没有开辟的话，这块土地等于死了。如何把它开辟一条马路，能够接到我们的这个红日线这个道路的话？是才是对这个外地土地才真的能够好好能够开发来利用，这个就目前因为政府这个澎湖县政府呢一直跟中央呢来争取的这个所谓的希望国防部能够释出的这几块土地，当然它牵涉到很多的土地未来还是要继续释出哈，要释出，我想基本上屏东应该也很。我土地国防部就应该一直在释出了，但我觉得屏东做的不错的，一乡一特色，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好，这点我常常在讲一乡一特色，但我们。